头脑里头只有他的意思，人家拿钱的给他要画画都不要，偏偏画的都是不赚钱的。可是现在想起来真的很伟大，才有那些画。他很坚持一定要好，拿出去的东西如果我写上我的名字，这个一定是好的。这间厝是我阿祖，就是我阿公的老爸，伊读册人，伊伫发展，啊，所以伊伫遮起这栋厝，即嘛差不多一百一二十年吧，一百一二十年。我细汉伫遮咯，啊，走来走去，啊，爬墙啊，爬墙啊，哎，有迄个土啊，板土啊，本来是住伫左边。这个房间，这房是我爸爸这边，就三房。我民国四十八年高中毕业去台中读书了，我就无回来家。这路物件无变的，这砖也无变。我阿公是做土人经，做咖米的。这边兄弟伊拢做生意，拢去咧，看他讲的迪化街遐，出来阮老爸街吼，伊爱读书，伊去读书就是读书啊。啊，所以伊去画图，我阿公阿嬷嘛唔知。当时就是台北师范学校，那它的前身就是总督府国语学校，现在应该算是121周年的了，是台湾最古老的高等学府，所以最优秀的学生就是念师范学校。石川清一郎老师就是我们这个学校的美术老师嘛，他其实是一个水彩画家这样子的一个背景，那他就把他在就是西洋美术或者是所谓的水彩的技法教授他的学生，带着这些当时年轻的十几岁的这些到处去写生这样子。李石樵他在学生时代就很杰出了，然后就入选，然后所以就立志一定要当画家。石川清一郎发现已经好为多啊，所以就特别个教，所以我爸爸变嘛就感谢这个老师，伊目标伊是要画图，所以就甲一挂朋友去日本，用这个美术的目标去读书。这个日本最好的学校就是东京美术学校，所以呢，以老师的个性呢，他就一定立志要去念东京美术学校，考了好几次嘛，才考上哈。而且他考上的是东京美术学校的西洋画科嘛，那西洋画科他基本上是培养专业画家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他的扎实的功力跟他的非常坚定的意志。留学生の人数が多くなったのと、それから日本人の入学希望者も多くなってくる。ところが定員は増えないんです、ほとんど。油絵科なんかは35人ぐらいしかいないんだろう。で、最初は石膏デッサンでね、基礎的なことやって、あとは人体デッサンを延々とやるわけですよ。当時はね、今はあんまりそれやら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けど、とにかくみんなそういう素描力っていうのがあったわけ。で、日本へ来て5年間もうみっちり他の学生と競争しながら勉強するわけですよね。だから自然と実力がついてる。実力っていうのは結局はね、この学校の方針として西洋画家の方針としてデッサン力です。
在李石樵一系列的这种早年的画大概主要还是沿袭着日本的那种美术体系，主要的是东京美术学校的那种学院的那种画风，比较接近写实，但是应该还是带有一点后印象的那个味道，就是在地展时代，在台展时代。那一代画家大概地展是他们第一个目标。当时艺术家参加地展，不只是艺术家的事情，是整个台湾社会的事情，甚至于是台湾文化界的事情。黄土水这个入选之后，引起台湾社会的风动。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人一直认为入选地展，能够把画挂在地展的墙上，是台湾人跟日本人竞争的一个象征，是台湾人胜利的一个象征。那事实上这句话是杨兆佳说的，说能够把画挂在地展墙上，比别人在街头上的几场演讲都来得重要。李石樵不是画了杨兆佳家族吗？事实上呢，他以参加地展为目标去画，那后来也成功的入选了这个地展。那一幅画，那个构图很好，中间有一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是富邦集团的那个蔡总裁夫人小时候，那一幅画连那个天皇都问了，有一些 cushion 问他是哪一家，是谁画的。那李石樵呢？他是连续几届入选地展，然后呢，就成为免审查的第一个台湾人，那当然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头衔，对台湾画家来说就是最高成就。所以，李石樵他年轻的时候创下的这种在画坛上辉煌的这种，可以说功绩啊，或者是勋章啊，事实上呢，他也一辈子引以为豪。1946加1982这段时间，阮住伫遮诶，学生啦来画图，拢来遮学。即马是足大楼啊，迄阵是真大间诶迄落厝，迄个厅是足大间，所以当做画室。迄阵即个画室是足有名啦，有要学美术诶人拢大家拢要来挂一个名，上少讲啊，我捌来过。就日式房子其实已经是非常老旧的日式房子，很多的学生都跟我一样有那个记忆，我到现在我还可以把那个皮球大概都脑袋里面都可以浮现的啊，怎么进他的大门，怎么走他的庭院，怎么进他的那个大大的画室，甚至怎么走去他的厕所，我都还记得那个通路，因为那个日式房子嘛都是木板，然后起起口口这样子，他很多的画都是放在里面啊，那个房间就变成他的储藏室这样子，他用一个布帘拉起来打开，里面就都是的。印象蛮深刻是李老师画他父亲的一个祖父的那个肖像，还有母亲的肖像，画得很精细，皮肤啦、头发什么画得蛮好的。那李石樵老师的画室墙上他都有挂出来，他们比我们早在那里画的，人家都画得都蛮好，一看都哇糟糕啊，我们差太大。李老师看到我画都是画得很好，所以他就跟我讲：“秀平啊，咱的画多好，较闽南画多好啊啦，唔免得讲好做有才气无才气吼，啊七分靠打拼啦，三分是才气。人别人咧啉咖啡咧啉茶咧休困吼，啊你都继续画，
所以我一辈子就是到现在80岁还在画，只有那一句话我一辈子用到现在。我是廖学斌带进来的，一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居然都是我班上的，这个盛况不输学校啊，招那么多学生，但是在班上从来没有提起他们晚上还有这个功课。他是国内最强的第一把交椅的素描老师嘛，所以我就拜托那个同学跟那个陈慧坤，陈老师是他很要好的朋友，他就他介绍我去那边学素描。第一张的石膏像真的是很认真画，我真的很认真画。我记得那一张我好像画那个阿古里巴，阿古里巴不是脸孔都有肌肉，我这个肌肉都很明显嘛。啊、结果讲那些斜坡步脚用青蛙的哦，他就很狠呐、啊，这样扫在公共电话啊。我不是在骂你啊，我是在骂你的图、啊。他说你要有痛苦，你才能够站得起来。第一堂课，他就跟我讲。你九个熊那给他弄破，我想说奇怪，我离石膏像那么远，我怎么会去打破？问隔壁的同学说，他老是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因为你画歪了啦。我才领悟到说，原来那个石膏像你画歪了，就是好像要打破的感觉。那我就慢慢的就体悟老师每一次讲的那个话，讲话很幽默，然后那个含义哈，让我们都点到我们。该画画该注意到的地方。啊，画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就来看，可以了，来下来，我看一下。他看一下笔呀，你今天画的是白色的石膏像，所以尽管它有明暗上的分别，我要你画出来的感觉还是白的。你不能够把我把白的石膏像画在你的素描纸上面，让我觉得说它有涂过颜色的。一个石膏像给你画到后来变成铜像，换句话说，这个就是所谓质感。跟他学到的素描最大的那个收获就是他讲了一句话很重要，他说很多人画木炭画那软差，这个地方画坏了修正，这个地方画坏修正。他跟我讲说，你为什么不能够把软差当作是另外一支笔，白色的笔，所以黑色的跟白色两个轻重的配合就可以分出很多不同的明度来，会有肌理出来。我自己教出来的学生都会用，就是把软擦当作是白色的笔，所以很多那个石膏像素描为什么没有质感，就是因为他不懂得用软擦。你看你周围都是一直画黑，原因是因为你一直推过来。那个画素描最重要就是你要看那个感觉，所以凡是跟光线垂直的部分全部都是亮的，所以这边要亮的。软擦要把它当作一支白色的笔，加上木炭又变化颜色，所以一个石膏像至少就10-20个颜色都可以出来。影响我们一生的就是他的观念，真的是恍然大悟，而且有种的钦佩老师的那个台湾话跟我说就来那个反应之快耳朵有时候都跟不上。他说我不收费，你都不要缴学费，只要你认真画，有始有终，很认真的去画，因为这是为了你自己。他的老师对他也是这样子，那么他就一直是这种风格，他觉得好像说起来不太对，他就很喜欢学生来学。那么学生真很认真的，他真的很努力教，我们也会在旁边看，就会在旁边也学他怎么评判这个画。
要怎么改。其实我们小孩子都很喜欢学，我们自己小孩子在自己玩的时候，也会让家家自己也在开自己的画室。我记得就是我姐姐也帮我改我画的画，大家会装模作样来演说，我们自己也来教人家画。能够讲说我是要做陶匠的，是代表他有一个决心跟志气，能够坚持原则，履行他的一个抱负。其实师大美术系有一直在请他去上课，但是李老师总是抱着一个专业画家的那个精神。他宁可让自己生活过得很简单很清苦。李老师呢，早上一早就骑了一个破脚踏车到中央市场去捡那个人家高丽菜弄不要的，他把那个弄在地上一大堆高丽菜就把它捡回家。他的围墙旁边呢很多鸡笼，他就喂这些鸡，然后鸡生了鸡蛋，然后这个鸡蛋呢叫他小孩子到菜市场前面去卖鸡蛋换一些钱。我都看在眼内，画家很辛苦，他小孩子都剥一口都剥来剥去剥干，是真的。他就画人像，帮一些人家画阿公阿嬷那些神事哦，是这个可以有一点谋生。傅斯年先来请我爸爸画，我爸爸说我现在没有空画肖像，我在创作画，没有时间，所以拒绝。后来我妈妈恳求我父亲说，至少你这一次画一张吧，哦，你女儿订婚了，要结婚，没有嫁妆。那画的时候当然会讲一些话嘛，讲一些话以后，我父亲很感动，很佩服那个傅斯年校长。画好后，我父亲说：“傅校长，你这个是要吊在哪里？”他说：“会议室。”我爸爸说：“那我另外画一张给你，吊在家里。”所以应该傅斯年校长的肖像有两幅，第二幅是校长我送给你。他感动他的学者人格。就是有一天总统府找人来请他画蒋介石肖像，那他就以我现在都画艺术画不画肖像画就回绝了。等到客人回去之后，他老婆就念李石樵，有钱你也不赚。那李石樵就很郁闷，所以他就拿起笔来就开始在家里面画一张大将军。在那个比较白色恐怖的年代，那这张画呢的意义，我想不言而喻。那时候我妈妈真的流眼泪，担心了，人捧钱要来给你画吼，拜托你画，你唔肯啊画这落款的吼，会无性命啦。哦，啊爸爸家讲，唔免烦恼，伊是画德国的希特勒啦，伊也无写什么人大将军的迄个模样，就是安尼啦。李老师他在同辈画家里面应该算是思想性比较重的一个艺术家。那他第一次比较具体呈现出来是那一张防空洞，那一张合唱。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每天都有那个美国的 B-29 轰炸机来炸台湾嘛，
那我们都是天天都躲在那个皇宫壕里头，真的很闷啊。然后就开始唱歌，我弟弟做 leader， 一唱大家都挤过来。在那个年代，空袭那躲防空洞，可是艺术家还是要创作。那在防空洞里面很无聊，他说干嘛？那就唱歌吧。事实上呢，他是在表达那种苦中作乐的那种状况。这个时候，他是把他的社会意识第一次很具体的把它带到他的这个作品中里面，甚至于在光复初期，他就画一系列以农家乐。河边洗衣啊，类似这样子一个非常普罗化的一个题材。李老师的一幅三白画，现在在台北市美术馆的那个。好像是田家乐吧，那个是让我蛮震撼的，很大的三百号。但他画一个人物就不得了，有小孩子一大堆人。今天看到这张画，特别高兴，而且看他保存得很好，我很多家人在里面。像有我的妈妈，我弟弟妹妹大姐，那么像阿公他把他画得特别像，是因为觉得他就是等于是一个肖像也在里面，这个很不容易。其实那时候有收成是很快乐的事情，所以一直叫田家乐，因为他是怀念他自己的生长的地方。那一张作品最大的震撼力就是人物的皱纹啊，那个很简单的笔法就能够把它表现出三个面，亮面、灰色的面还有暗面，它都能表现出来。那个稻田都是黄色，它远山也是不大，可是那个空间距离哈，表现得很远。这个是典型的代表作，每个人都对那张很尊重。我想 那一张对李老师很重要，对他李氏家族很重要，上面三代同堂都在里面，很用心的，不只是说一个创作的用心而是心里面有那种凝聚亲情的那个感觉，那也是一个反射这个社会的景象的一个记录。脑子里头都没有休息，都有他的构图，他的话题。那我大概是随时可以请得到的 model， 所以我有时候会变成土土的农家女孩，有时候变成很漂亮的女孩。他画那个永乐市场口，那是那时候的社会，那个果子很瘦。三比八，卖米的摊贩穿的那个 T 恤子也是破破烂烂哈。可是大陆来的那个上海姑娘就穿得很嚣张啊，所以那个富有的两个女人，然后旁边的卖鸡鸭冰哦的小孩，一个瘦巴巴的小狗，一个很好的 contrast。他的作品是真的会比较撼动人心的，就是说一个地方有两个不同的世界一样啊，其实这些都是有借某一种方式啊，要唤起就是说对本土自己的关怀跟热爱。李氏家我相信他就是感到不平嘛啊，那不平我有不平我就要说嘛，就是这样。的确不同的族群最后还是活在这个共同的土地上，那我们就应该呢，大家不分族群，
那为台湾的未来借这样的建设来鼓动向上和谐的一股力量。这个画家是真的踏在这块土地上，所以画本身也是历史的一个见证。建设这张画里面有我们家里好几个人都在里面，不是一个时间画的，画了很长时间，因为他也要爬楼梯去画，画好又要坐在远的地方，坐在沙发再抽烟再看一看，然后再爬上楼梯再去看再去画。我的弟弟拿一朵画在那里，然后我的妹妹蹲在旁边，然后我比我弟弟大两岁，那我在拉笼子，就是当模特的时候给他画出来。然后我哥哥也会在那里卖烟。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香烟会引起某一个事情，他就把这个事情把这个东西也放在里面。在读历史的时候觉得他真的很勇敢，因为他有一些朋友不见了。陈春波那个时候他是在嘉义，他会到台北。陈春波他来的时候他就会带棉被，自己带棉被来就打地铺。那问他为什么自己带棉被呢，陈春波他自己自我介绍说啊，看秋米啊，就是这个棉被有他太太的味道。我印象最深是他们喝酒他们在一起吃饭会互相讨论这个话，会互相给灵感。本来都是很欢天喜地的聚会，后来就没有，一下子就没有，就忽然一下子大家什么话都不说了，这样子。他那个年代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激进的青年，可是艺术的表现他又必须用一种比较是平和的方式，隐晦的方式去呈现。这个二二八之后，他又画了一两张，后来就忽然间就没有了。他大概意识到这个东西不能再画。这个陈春波事件可能对他们都造成冲击，所以他不得不转变他的创作的一个方向。70年代做这样子的话，他已经不简单了。啊，这些一样的动态哦，他完全已经不是在风景了，就写景内心里面的这种方便了。我像这个一看就知道，气氛很静哦，啊，然后前景、中景，慢慢的到最后，他这样子用色块、色面来做，所以他有一段时期用颜色。也就是用文字，这个年代后他做了很多实验性的力量，所以你可以感受到不会死板板啊，都有一些温度的想法。事实上呢，这个也是对现代美术运动的一个回应，因为1957年开始，东方跟五月画会就是在那一年开始展览。然后李石樵的个性啊，当然是他是不服输的啊，他是非常强悍的。那他认为他也要做一些新的实验，他也认为他自己也是现代的，所以他就开始对这个所谓西方的现代艺术啊。开始去探讨，有一阵子那个画呢，就像可立，有一阵子呢，就像米罗，又有几张呢，又像毕费，有时候呢，又会像毕卡索。他那个时候真的很认真，他不但研究毕卡索，连布拉克的都研究，所以他那个
很注重这个空间跟那个面的组合，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人的立体面拆开重新组合。他是同时画很多张，然后这一张今天改了以后，他那个时间就是换另外一张，然后他就坐在远的地方一直看，用头脑一直想，想很久了，什么反透视、正透视。他画画的时候不让我们看，可是我们第二天来的时候，常常那个图画都进展得很快。为什么李老师会在我们的现代美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导师？他真正的把欧洲的现代艺术流派，比如说抽象画的立体派的野兽派，他就把这个一一把它实验去画，这些他都走过，然后再走出他的路子出来。所以这个完全跟别的老一辈的老师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有很多外省帮的，常常会强调说，台湾画家是接受第三流的，或是第三度的，啊，他们是比较早年会去直接就到法国去的，这是第一手的，啊，这个是经过日本再传到台湾，台湾再传，像我们这些学生都是第四手的，啊，但是我们从那个里面，自己去找出那个轨迹。自己找出那个特点，这是我在探讨、我在研究的、我在探险的，也可以这么讲啊，对不对？因为他在探讨他想表现的风格、方式，甚至色彩、甚至光线、甚至造型。我想那只是在训练自己嘛。他讲说哈、变化就是进步，所以他如果不走出路来的话，那他就是没有进展。我看他的画风真的是一个一个循着整个似乎是艺术史演化的这样的，每一个画派他几乎都走过，他都会去先把自己已经有的那个成就先抛开，然后去进入所要心仪的对象。这是台湾的艺术家，没有人愿意去花这个时间。事实上他是在找他自己，最后是他找到了某一种自己的风格，然后整个色彩好像经过光的过滤一样，非常的明亮饱和。每一句都很经典，事实上李志孝的意思就是要能够抱着画出那种温度感、真正的触感那样的东西。那时候有一位王少庆，他是华南银行的总经理，还是华南银行年底都要送一点东西给客户嘛？那他一个 idea 说，来做一个火柴盒。那火柴盒那个照片用哪一个？就是李志孝的裸体画。我爸爸他只是说要画冰，那是要抱住他。那很多人就把他误解，说是黄色的画。哇，小学生开始收集那个火柴画，火柴三个火柴很嘎呀了，就是很轰动。那时候他很讨厌那个政治嘛 ，away from politics， 爸爸就在研究肉体画。他画裸女啊，实际上早年是有画裸女，可是那个是非常学院式的一种画画。七零年代末以后，他又开始画裸女，他找到了一种新的语汇，新的艺术语汇，就是说他可以把。这个自然形象简化，
简化到比较单纯的这个样子，表现出来是一种愉悦的气氛。所以他这些裸女在画的时候，他事实上是画群像，像古代西洋的所谓的缪斯的聚会，就一张画引起这样的一个社会讨论，我想对艺术界来说也不是坏事。李石樵呢并没有受害，他应该是反而得到了更多的这个支持，或是更多的这种声望。因为这样，所以有收藏家冒出来要买那张画。因为后来这个故事是说，因为买这张画的那个人很高兴，有一天啊，因为拍卖市场要借展，借展不是要卖，保险费就要2-3千万了。那李老师能够卖到那张画，现在想起来其实是为五斗米折腰了，因为以现在的我们的思维来想的话，他竟然把那个这么重要的一张作品卖掉，我也是不可思议的。但后来他是觉得所有的画都不准卖了，不想卖了。他比较晚期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是迎合市场的需求啦，他会有一些，特别是玫瑰花，玫瑰花大概都是要卖的比较多吧。但是玫瑰花也是很重要，因为玫瑰花你不要看它玫瑰花，玫瑰花就跟它的画群像是一样的概念，每一朵玫瑰花就是每一个个体呀。那怎么样让这么复杂的玫瑰花成为又是一个整体又都不一样？其实那是很大的功力耶。然后那个整体的画面的那个扎实度又非常非常的好，那色彩的处理其实都是非常的精准的，创作跟数学一样精准就对了。这个我觉得他非常的厉害。大概在我开画廊40年的这个历史里面的前10年呢、我就跟他办了5-6次展览，每次一展览画都卖掉了嘛，因为每一个人都喜欢这种在家庭里面摆一朵花啦之类的，赏心悦目以外又是艺术品，你会感觉到它的立体感，有一种真实的存在的感觉。后来展了一个叫做樱花树的嘛，整个会场因为樱花树的时候整个明亮起来，观众一进来好像坐在樱花树下面，那种感觉很愉快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就注意老师，他不在看他自己的画，他在看观众的眼睛，他是看观众的眼睛一亮的时候，他觉得他的画应该是成功了，他能够用他的画来说服观众。色彩的那种明亮，那种愉悦感完全出来。那李石樵处理色彩呢，事实上有他很独到的一面。晚年的作品，他是非常有信心的下笔，每一笔所表现出来的色彩的明亮度，也就是色彩它本身就会产生光一样。像他画的很多的玫瑰花园啊，最后这个就是充满着阳光，用色就是真的非常的干净啊。他的色彩是薄薄的薄涂，一般人呢是在调色板上呢调好色彩然后再画，李石樵呢是在画布上调色，让第一层颜色呢隐隐约约显现出来。有一年呢就在阿波罗画廊展览，那还特别把我叫到一个画前面，那画是画乳牛。他说：“你看，你看这个牛的头是不是跑出来了？”我说：“是跑出来了。”他说：“我都画得很薄，很薄，颜色越来越薄。那颜色画得薄，然后让它颜色更饱和，这是李石樵独创的。”
而且是非常精彩的一种画法。好像要收藏老师的作品的时候，老师会讲一句话说，我这张画不卖，我是要留给太太的。有些人呢，在穷苦的时候没有办法表达对家人的爱，当你有钱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人生的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他从来没有画我母亲的肖像，快到80岁了，是他画了我母亲很大的一张画。他那时候住在八德路临安街那里，房子不大，在那里光线也不好，但是他画出来的画看起来就很好看。那时候我还跟我太太去他那里的时候正在画那一张，那太太是真实的在旁边，那个姿势也比较轻松一点，看起来比较悠闲一点的。应该画那一张的时候就是想要一种回归啦， 我也觉得在画面上充分表现他对他太太的爱。我想这也是因为艺术家你要用讲话他讲不出来，就是画。他觉得他的就是我母亲帮了很多忙这样子，在中间呢也吵吵闹闹，对，有一种小吵小闹这样。但是到后来呢，他很感激我母亲给他帮助很多。我爸爸一生，我阿公是很 support 我的父亲，然后再来就是我妈妈。我爸爸是他画的话，他自己很爱惜，很珍惜。那我妈妈更珍惜，不像别的画家太太都要喜欢卖画，我妈妈不喜欢卖画。她说卖了钱都会花掉，那图画放着是你爸爸的心血啊。当他决定要当一个艺术家的时候，艺术品就是他的第二生命。一个艺术家总是有形的生命结束，他希望无形的生命还是让他继续延续。所以那个时候美术馆成立，我们也来跟他庆贺嘛，就是终于他有一个安顿这些艺术作品的一个地方。我们也看出他的这个笑容，这样，反正我的青春，我的任何血汗，一点一滴，在我的画里面。我会常常看着这张画，盯着他看，会发现很多东西。我觉得他当初这样一笔下去，就不再回头，真的是很厉害。从19岁开始，一直到画到84岁，我们自己房子里面有400张画。他常常说，你一定要20号以上的画才叫作品，才能表达一种你心里想的东西。他也常常说，我这个画就是人家要做一个墙壁，
给他挂的，而不是买我的画再想挂在哪里的。他很在意，而且他对他自己的画有自信，所以他想留下来让后边人看。这个画如果不集中在一起，人家以后就不记得我了。这本来是国家的责任，竟然让一个老画家在他最后要离开的时候，他还必须要自己用这样的方式去做这样子的安排。然后也因为他没有办法信任政府或公家美术馆，所以他就成立他自己的一个美术馆，然后成立一个基金会嘛。他有把几十幅的花的作品，他们可以去卖那些花的作品来营运这个美术馆，连这个事情他其实也想好了。我觉得他的个性上对艺术的坚持，他这种精神是他真的是身体力行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坚持，他的理念，他的耐力，都是很多画家难以望其项背的。他是一年到头不断的画，所以创作时间最长，画幅最大，这个数量最多，然后不断的这个转进，不断的这个更新自己的，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艺术家，大概就是一个画博的典范。有一次开玩笑说，哎，那个年轻的画家跑在你前面了。他说我们在操场跑已经跑了十几圈了，这位年轻的画家跑在我前面只不过是第一圈而已啊。他是远远的长跑者，在这个万米的这个艺术的这个马拉松赛跑里面，他远远走在前面。在外国 Artist 跟 Artist 是完全是两码事。李老师就是说，艺术家他能够真正的一直坚持做下去不容易啊。他就是要做一个专业画家、职业画家，这个他从来没有改变过。我觉得到他生命的最后的那一刻，应该也没有改变过。他就是画家了。他绝不走捷径啊，他也绝不讨好任何人。的确，他到最后告诉你，这就是我。这就是李石樵。